既然7月23号国民党的全代会，这等于是正式提名侯友宜做候选人吧，至少两个月了。我觉得说，给侯友宜两个月时间去冲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侯友宜不过正式被提名一个礼拜而已啊，就是上礼拜天嘛，到今天礼拜一没八天嘛，你要给他一点时间要去冲嘛。之前问他什么，他也不讲，为什么他觉得我也不是候选人？为他国家大政，他也闪闪烁烁的。哦，那现在我觉得侯友宜也必须往前冲。那大家，我觉得就是大家支持他两个礼拜啊，两个月看看怎样。两个月如果还是冲不起来，那再说了。哦，我觉得现在都言之过早，但至少我觉得要给他两个礼拜啊，给他两个月的时间才是公平嘛。你否则时间都不给他，哦，现在就说啊，这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民调起不来等等，我去蹭别人，到时候这个两面都会丢掉了，左也丢，右也丢。我反正认为了。这个明年1月13号，只有两组人马，哦，民进党跟非民进党只有两组人马，这个有可能打败民进党。只要有三组或四组，大概都很难了，哦，所以呢，什么叫主流民意？你主流民意也是要结合起来，你不能说我是主流民意，你是主流民意，他也是主流民意，主流民意四分五裂，那叫什么主流民意呢？我会觉得，如果四卡族的话，真的有可能保送民进党。一定啊，一定啊。不过朱立伦，不过那个。那个郭台铭当然不这样打算了，他认为斯卡都的话，他只要冲起来，他有可能跟柯文哲结合了。他认为，我认为这是郭台铭的打算是这样子，但是不见得不见得都照他的这个如意算盘去做。那郭台铭会有可能会独立参选吗？我觉得很难。我觉得现在他冲，但到最后如果他民调冲不起来，他也不可能冲到前这个两名的啦。我觉得他不会，他是生意人，算得很精明的。全代会之前跟您说，就是9月如果侯友宜的民调没有起来的话，应该要有备案吗？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这是你说的吧？这是媒体说的吧？那个韩市长对于整个国民党的支持跟关心啊，是毋庸置疑的，他已经是全力的支持。但是对于这样无谓的放话啊，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行为。那我特别强调，韩市长在。全代会前就已经非常明确表达，第一，他会来参加全代会，然后他在全代会前也跟我见面，那也都厘清了一些事实，包括韩冰不会参选中正万华选区，那另外有社会有制造恶意的谣言，所谓不分区立委，我想这些都是绝对不是事实，我也特别在这边帮韩市长澄清。那包括全代会韩市长会怎么样的来力挺侯友宜，他都表达得非常清楚。
当然我们两位一定老朋友相见，一定会对于2024的浮选，我们不管总统或立委会有一些讨论，但是这样子的放话，我觉得对韩市长是个伤害，也对现在提名的侯友宜也是个伤害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